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啊，一个老板说这个我盘他的莲蓉就送我这大火腿，这莲蓉我倒是没什么兴趣，但是这两个火腿我看中了。哎呦，真的等到你了我啊！这气场好吓人。你那个今天来钓鱼是吧？对呀，啊，好的，这怎么收费？240个，40个都4个小时。240块钱钓啊，四个小时。对的。我现在关心一个问题，啊，你就说，是我钓几条鱼才能拿到你这个火腿？这样子好了，5条好了，就一只火腿，无论大小，5条鱼就一个火腿。啊，不是说我看不我起啊，我就直说的，钓5条就给你一只火腿，那我要是钓多了呢？就按这个比例好了，嗯，10条，反正5条这样子比例下每五去条多一个火腿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子好了，好，怎么那我样？试一下。好的好的，好，火腿准备好啊。放心啊，我得管你够啊，来。别看这老板声音大，好像这个玩意儿声音大不一定起作用。找了一个靠近山边的悬崖峭壁的位置，因为那些位置突出的位置，那鱼都已经被别人钓了很多天了。我相信这个地方藏的有鱼。一包直接开4杯半的水，先像个稀饭一样的，那都能晃得动。等会儿一吸水就膨胀 OK 了。今天用7面的铅穿你4袋啊。主线是5号的，子线先用3号的，因为他跟我讲叫条数，万一有小的呢？等会儿万一鱼大，我再用4号子线，钩子还是5号的，浮标是7600克的啊，捏2下，刚开始上这么大，走你！哎呀，这抛的真是好啊！这个山体水库啊，水特别凉，刚才一摸，拔凉拔凉的。这种情况，鱼开口都很慢。这老板既然这么嚣张，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这里鱼肯定不是那么好钓。现在只要能这个有些什么餐条啊、小鱼落的口，那就好办。哎呀，芹菜，哎。你说这么小的搞5个换个火腿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平常我这样的我就直接丢了，但是今天为了这火腿而战，那不能丢。哎，初步预计1个火腿是到手的，节奏打起来。哎呀，好大！哇，差点把火活了。哎，都希望我活，没那么容易我活的。一稳住这一条顶几条啊，离火腿更进一步。哎呀，好大劲！哎呀，我自己来，自己动手。这最要当杆子的啊，这杆子上面一顶，危险得很。进来，这要是2个钩吃进去了，这1个，这2个，有那么好吃吗？这那他逃得掉，怎么都活不了啊！这才半个多小时就钓了2条。这老板是不是觉得我实力还可以啊？好像鱼在上面的，总是刚刚一立起来就吃是吧？在上面鸡一样的是吧？嘿呀，这今天都是凑数的这。这感觉不是为莲蓉而战，这是为火腿而战。这
哎呀，他劲大得很呢，别看他小。哎呀，进来。第三条就是不大啊，大的肯定在后面。没有，都不好好吃。这一钓深了，好像这个鱼大一些了。你出来让我看一眼噻，你真是。哎呀，这就把我累得够呛的。出来，好像是个白鲢。哎你，哎呀呀，这个好大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这搞几个活腿不容易啊，这幸亏勾的牢靠啊。这条可以啊。这是胖的还是莲子我都不认识。哎呀。这一说钓深一点马上就来个大一点。这个鱼啊层次分得清楚得很。走哦。活腿。虽然小一点，完了，火腿没有了，火腿。这老板在那里喊火腿没有了，这条上来第一个火腿啊，鱼小了点难看，哎，但是他钓的那是鱼呢，这钓的都是火腿呀。哎呀，那么多表妹来了，吓死人！哎呀，这是像第二个进军，哎呀，好小！哎呀，这是个秒回的呀，这么小哦！这要不是换火腿，我早就把它扔了。哎呦，我是不是把它毛起来呢？来，这是不是连用啊？差点毛中，这大个家伙。哎呦，这小的连杆，这别人上过专门来搞火腿的，像抛物弹鱼。这哪里是来搞莲蓉的，这完全是来搞火腿的。东省包火腿。第九个，你两个火腿还差一条了。不就往下一蹬就一打吗？快来呀！正12点钟方向啊！咦，火腿到手了！哎呀，稳住啊！这是火腿，这不是鱼。哎呀，正口这怎么都逃不掉。哎，来，两个火腿到手了。本来的目标是两只火腿，现在好像有改变主意，三只火腿。哎呦，哎。哦，我回来了。哎，猫着屁股也算。
这只能证明一条，就是连勇全身都是口。哦吼！我靠！包了还接着的，又跑了是吧？过来数鱼啊！好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啊！孟老师啊，哎，来来来，给清清理战果。有点晃哦吼！哎呀，这一条一条往里面放啊！哦，这个都回去了，一条。哦吼，这条也大。哦，可以啊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六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。哎，十一个，十一个。那按规矩，这还是得两个火腿。我是说今天这么小，要不拿一只好了。哎，那不行不行的啊，不行的，我还免费送了一条，11条啊，两个火腿。好吧，好吧啊，我们作为男人啊，说出来就算话。哎，对对啊，好，两条是吧？两条，一条鱼啊，刚好。这么大火腿，很满意吧？啊，满意满意满意，来来来啊，哎，这个干嘛？你先今天，哎呀，好重啊！这个拿不拿得动啊？我拿，我帮你拿，我试试，我试试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哇，哎呀，哇、哦，提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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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好重啊！哇，好重啊！我觉得这里还可以来。这才两个，这还可以来。3:30起床，4点出发，5点之前你一定要到达钓点，否则抢不到好位置。所以今天天一亮我就到这里了。等会儿你看，这里就都坐满了人，这就是武汉周边的野钓联营。那我们自己把环境搞好，渔政开心了，我们就钓开心了。不能给渔政添麻烦啊！先开一下饵，放一下，然后再去调漂。哎呦，上来了！7米2的杆子，5号主线，3号子线，5号钩。浮漂是70006克的，因为这个防止走水呀，好抛竿。抽。保持这个节奏啊，那个弯弯里面肯定好多鱼，那一进去都在那个弯弯里面躲着，杀气太重了，我这哎呀刚刚说了毛一个，哎，这一来了，哎呀，这一来就幸福来得太突然喽。哎呀哎呀，第一条不能跑，哎呦。这鱼真是黄尾巴的，这真是看上去舒服啊，你看这鱼这带黄黄色，这舒不舒服，这看今天能搞多少条。现在6点啊，钓了大概10几分钟，抛了10几竿，来了第一条啊，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这看到没有，现在刚刚有动作，现在开始真正进屋子了，有口了。经过我不断的抛竿，好日子就要来了。这爽啊，这个口！哎呀，来了，进屋了。搞生产开始了，这影响到别人了。哎呀呀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呦，
你看十二点钟方向，看到没？哎呀呀呀，第二尾，第二尾，多长时间没见过这种口了？这真是十二点钟方向啊，第二尾啊，预计即将进入快车道，现在大概钓的水深一米五左右。一米五啊，那简直是水皮抽莲蓉啊。还这块钓的人少了。哎，又来了又来了。哎，这感觉爽不爽啊。哎呀，这大劲呢都。谁说这鱼没劲呢、啊、哎呀哎呀。这没劲了吧。哎呀，连草带鱼。哎呀，这鱼。这鱼皮肤我跟你讲可以参加选美。现在窝子里面有鱼，但是气温低，等会儿太阳一出温度一高，哎呀，那来得更爽了。那就哎，别拍视频，你先钓，钓完了给你们照相啊。你一拍到时候都来了搞不成了。哎呀，接口啊，都是这个大一些。老万，这个大一些。哎呀，这个大一些啊。咦、哎，你看你看、哦、好大好大，我也下来我也下来。好大呀。哎呀，看那个脑袋。再翻一下就脱钩了。哎，都往上兜，往上兜，兜兜兜兜兜，兜拖过来，哇、哦，好大，哦，哦，这一条，快把杆子拿一下，嗯嗯，十四，十四，十四，哎，这，我家老头还没开口吧？来，一二，溜溜溜，顶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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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放低放低放低，蹬下来，哎，这估计是个大家伙，这急死个人喽。哎，那又中了，哇，那旁边又中了，哎呀，又中了，不得了，这简直是打比赛一样的，还在溜，你看那个人多会溜了，直接往岸上走，看见没有了，那才是高手了，你往后退一下，哎，你往后退。我活了，来看见没有？嘿、哎，你看这个钓手，这个坐在这里，你这两个脚冷不冷？还好吧。哎，你中间那个盆子有点像那个卖吃的那个感觉了。甩大鞭子是武汉的特产啊，我跟你讲，钓莲蓉甩大鞭，那个感觉。哇，这一口太猛了吧，这一口太猛了吧，这哎，保持角度拉直就跑了，你今天就把我拉断了我都不得让你直。哎，回来了吧。啊，哎呀我的娘哎。这就是爽啊，这野莲蓉就是这么爽啊。这个好像大一点呢。哎呀呀呀呀。哎呀，大一点，这个好像。哎呀，到位到位，可以吧？这
像这种河里面钓鱼啊，它肯定是不停地走水，要么往这边走，要么就往这边走。我们在一起钓着呢，最好都是钓一样长的杆子，这样的话它这个人的窝子都是一样齐，这样钓鱼也好钓一些。武汉人特别讲规矩啊，六米三的都坐一起，七米二的都坐一起，一般的走过一二十秒二三十秒，最多走个一米多不吃你这羊杆，不然那个窝子就聚不出聚不拢，那个鱼它就越钓越少，不能等得太久了。现在十条了，今年目标二十条。不对，大黑漂啊！啊？香吗？香吗？好像大一点，反正，哎，胖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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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胖头胖头下水来，哎，不能跑了，哎，抖进去。抖进去，哎呀，好大！那个杆子拿去，我就拿那个。这十二点钟，这勾着这一点皮，来来来来，第二个胖头啊，来来看看有多大。这个重吗？比刚才还重一些。哎呦！塞不进去啊，不会又是花衣服吧？哎呀呀呀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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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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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，嗯，十几啊，十三条吧，十三条了吧，路易十三，太阳一出来，感觉刚才冷的有点发抖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给我回来你！哎，胖头胖头胖头好大！哎呦，好大！看，这你看这胖头。这打进来，好，来了，往前推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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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推一推一推，哎呀，你再炒一半，哇、哦，这条大，十八也行喽，十八，那胆子好大。来，一二三，呵，哎呀，大家伙，大家伙，一看就是大家伙，两头摆头，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副角度，副角度，哎，副角度，哎，前面有马，大，我说是大家伙吧，这个鱼一拉，你杆子就只有这个位置弯了。前面都直了，就等于拔河了。我这一拉杆子是个弓，它就不容易断。杆子杆子没腰力，这但是这个鱼肯定很大啊！一看在里面摆头那个姿势就看得很大。哎哎，不用来了，收杆收杆鱼了。哎，不会是个大的吧？哎，不会是个大的吧你？没有。
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进来了，结束了。来来来，照个相。这鱼太小了，等会儿，等会儿把网拖过来，你们照个相。还钓一条吗？还钓一条吗？我不钓了。你钓一条不？我就不钓了。来来，看一下今天一上午的鱼货啊！暴富了。武汉这些地方钓野钓就是这么爽啊，看得别羡慕了。你就我钓完了，我来。哟，来哟，来哟，二十条啊！定的目标就是二十条。由于这个鱼啊特别好吃，所以留一条大头吃，其他的都放掉啊。好，来来来，留这一条，来送给你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快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，再不能要，再不能要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乖。快走，快走，乖。走错了方向。来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这个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哎呦，这。